我们第一张我看一下，我靠，我们竟然中奖了！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目前呢，人就在这个美丽华大直影城哦。大家也知道，咚咚咚咚锵，过年时刻又来到了哦。过年呢，不外乎要来测试一下我们今年哦，新的一年的运势如何。那去年呢，我们在这一支影片呢，那布布还很肥润肥润的时代哦，布布呢帮我们选了几张刮刮乐，花了3000多块，它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大家可以自己去看，我都不太方便说。那今年呢，一样让布布来选，可是呢金额要加大，一扫这个2020年的阴霾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带布布呢来到旁边的这一间彩券行哦，去挑布布呢觉得顺手的，看起来不错的就拿。告诉你，今天你们包了，就真的是要靠他了。加油，布布，就靠你了，好不好？现在靠儿不如靠自己。来了，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公布一下，哪一颗啦，哪一颗啦？这一颗好不好？这一颗，那颗多少钱？6万呐，好不好？6万块，靠你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要烧给妈妈就好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要靠你了，我们的小小财神爷，拜托你了。订阅我们的频道了吗？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小铃铛也给它敲下去，先按个赞哟。不然我会用睡梦罗汉拳揍你哦。我买5000块。好啊，选一个，这个，好，就这一张，哪一个？好，第二张。等一下我再统一跟大家说一下，就这一次买哪些？一个，只有一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有点抽第一张那种好玩的啦。一个，他都挑第一个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多少了？3600。然后再过来是200块。这个。哦，这是真的有抓到不一样的哦。抽一张。哦。你今年真的是。看来我跟你讲，今年是最后一次全系列哦，目前的全系列，大家可以买个5000块套餐，就是全系列各买一张。好，两张，这一张，好，一个放下。好，一个给你。哎呦，哇，会挑呢，这张。哇，这张我记住，黄金满屋。对，4张100的，刚好100的4套。进来5000块，刚好每一个系列全系列各买一张，都给他挑。啊，这样好，再来。好。去年他在做法，他现在正在做法。要什么魔法？不是，算了，刮的时候再跟大家讲，因为刚好全系列。刚刚讨给牛说，就有一个小朋友顺手一抽哦，10万。我希望我儿子有这手。你的 Burberry。OK， 我们已经回来啦，这就是我们手上所有哦，就是全系列5000块的底价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从几百块的开始，100块的有4张嘛，这张呢叫做单双乐哦，头奖，我们只讲头奖，好不好？然后它的号码是47，因为有些人会参考这个单数双数的差异哦。妈先30万，我们5000块到底这个总金额累积能够有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样是200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就200块，一开始就开张了。是吧？第一张呢，我们就有挂到200块，再过来，它这个是欢乐冰果，头奖一样30万呐。我自己也来一个惊喜满天，各位头彩有50万哦。我跟你讲啦，5000块不求多啦，好不好？50万就好了。哦，又中了啦！200，好狂哦！不开玩笑，100块的这一张中200块，这一张中了200块。你呢？一张共估啊，共估哦。我的惊喜满天是53号啊，这个90号共估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堆金币，比较多，500块，4张100块，已经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们的最后一张100块的结果是共估。好，再过来嘞，5张200块的 Las Vegas 哦，这个嘞200块，它的头奖是零霸班嘞，我要来刮这个幸福好缘，很可爱的这个兔兔。会不会我们就只有中400？哎，呸，我就知道你想讲什么。
不行。哦哦。多少？200块。哈哈哈哈哈！再好好的看一下啊，结果是共估。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那边发生什么事？共估啊！共估 ！Oh my god！ 没关系，我们还有3张200块的。再过来默默啊，玩这个三星乐哦，一样是这个头奖能发班呐、啊，23万1000块。突然觉得这种的好像有点难中。对，来我来刮这个黄金满屋哦。他可以前面都没有让我们中，最后中了一张2000万，这样我也可以接受。16号，200块。我们只跟大家说中奖了，中奖的是三星乐19号，差一个29跟05啊。29 ，Oh my god， 只差5号，5号就200万嘞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有点刺激哦。这有点刺激啊、哦。20号，我看1000块差一个20号。300块差一个35号，200万差一个5号，35号有了，好，300块，耶，最大奖就300，对，现在只是看到最大奖是300块，再来最后200块的一张就是刮乐2000，刮乐2000，哦，头奖几百万呐、啊，哦，乐刮几百万，我们现在目前回本500块，就看这一张了，这张如果500块一样，我们敲回来打平。有吗？没有。共了。共估。好，我们已经亏五百了。那再过来就是2张300块。好，这个是我的是这个钞票一把抓，它的头彩是300万。这个呢是魔术金块，头奖也是沙霸版呐哈，但是它有22个1000块以上奖项，22万个。买啦！我手好酸哦。30号。OK， 我刮完了，各位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刺激了！钞票一把抓，公姑，怎么办？我们亏惨。我们现在目前的战况呢是200、200、200、300，才900块。哎呀，300块你啊！好，我们现在目前的总金额呢，就是已经来到了1200块。好，再过来就是这两张哦，这两张是500块一张的，我要刮2021年。再过来这个呢，就是2021哦，赚翻天哦，我们要赚翻天。头奖是狗爸爸，那默默的这个叫做5000再庆，头奖也是狗爸爸，超过75000块。刚刚那个22万个1000块以上都没有中，那他可能发行数量很多啊。魔术金块中奖也是单数吧，45号，有点危险。布布啊，不是啊，这连300块都没有。不要这样啊，拜托啦，妈妈呢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公公，我觉得你儿子。下次他应该先从那个没有下次，摇头了，默默摇头了，糟糕！没啊，下次不应该先让他挑大张的，你看他挑小张的都还有中，2张都共哦，我们剩最后一张2000块的机会了，好不好？2000万哦，2000万的红包哦。然后呢，他有3个头奖2000万，那有7个200万加 BNW。好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，我们先把 BNW 留在最后刮哦，这是中间留在最后刮。我先来刮小的，零，拜拜哦，零，游戏3，零，好多零哦。完了，我现在有点歪掉了。脸都歪了，不会，要相信儿子。好多零啊，好多零哦、啊！十九啊，对到啊，是2000还2万？200块。等一下、啊，我也很紧张。400块啊，这一格中400了。那应该差不多了。不要这样，这张是2000块的，说不定就只有一个。我们现在的战况才多少而已啊，我们现在才1200哎，我们最少让我们赔一半回来吧。那个对于金钱的渴望越来越惨了，那个、自信心越来越低了。哎呦，什么？两百，
是。所以这一张现在目前是800，八百我在猜啦，有可能要么就是1000块，要么就是2000块啊，就是在这个 range。嗯，这个是共估。这一张很有可能2000块，又7号 ，Oh my god，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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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百一二，没有没有，来了来了，哇，就是啊，一堆200其实也蛮爽的啦，2000啦，好不好各位？好险有靠个2000回来，3200块，各位，好吧，3200块啊，我们总共花了5000块，所以我们是亏了1800啊。OK， 好的啊，这个我觉得刮刮乐真的是 YouTuber 每年的这个固定行程啊，明年希望哦可以包下，直接来包下一本2000块的试试看。那最后记得要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，同时间呢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 还有我们的。IG 以及我们陌生夫妻好物团购的时候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么么 ，kiss 拜，妈妈，妈妈 ，kiss 拜，不要，那你要玩什么？喂喂喂喂，我这个手机也太复古了，喂喂，复古喂喂喂，你们喂，你们喂，你们喂。